哎，挺好的一个，挺好的。哇塞！我是被绊出去的。你看啊！啊，小心！哎，太多了 ，too much，too much。哎，对。哎，对，得是这样。 啊，就感觉你用身体替他挡住了，这样一看就感觉，而不是你趴下吧你，拉胳膊把他搂倒了。我们俩也就，我们俩加起来，好吗？差不多了。我看要这样的速度了，你看。 整个身体这样趴下，然后贴着你的工作老师，好，那我们来了啊。